男金正恩新造型震撼时尚界。佢高傲，但系扎心人口；佢低调，但系受万人敬仰。佢究竟系神仙嘅化身，定系凋零嘅使者咧？无人知。哦，这么神秘又有魅力，除了韩国第一美男，只要出场，女兵就哭，永远的欧巴金正恩之外，还能有谁呢？北韩最高领导人金正恩日前秀出最新造型，立刻震惊了时尚界，连美国媒体都专门分析，还有媒体说，简直就像是经典电玩《快打旋风》中的凯尔。对于金正恩的新造型，国内网友也是一片好评，除了帅、潮、屌，无话可说。不过金正恩换造型，人不忘国事，他特别下令全北韩都不可有特权哦。